你看到谁呀、啊？公子，你看到丰盛英德了吗？丰盛公子，在后面。哎，看到丰盛公子了吗？停轿！停轿！小月当初就是在这儿送我出征的。公子，我们走吧，何大人和皇上正等着您呢。不，你们快帮我找小月，我知道她一定会在这儿等我。她在这儿，她一定在这儿。小月，小月，公子，小月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我知道。公子。你的眼睛没事，死不了。哦，小月，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。丰神一德没有给你丢脸。公子，很抱歉，我没能保护好你的剑。不，这是给短剑最好的装饰。小月，谢谢，保重吧。公子，我扶公子回家。公子，我们走吧。我去问过太医了，阿德的眼球并没有受伤，只是从马上摔下来受了剧烈的震荡，才导致失明的。你去问过太医？哦，你以为就你关心阿德呀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讨厌你，可是我喜欢阿德。就像你讨厌我，又喜欢小月一样，对不对？说实话，自从阿德受了伤，我好像万念俱灰，再也没心思跟你吵了。何大人爱子心切，舐犊情深，人人皆知啊。天下做父母的，谁不是如此啊？他们来了。来，公子，这边。那咱们快躲开，快快来，这边的孩子，就在这儿，小心点啊，公子啊，太医都给你扎了好几天针了，你好点了吗？好的。哎，那你看得见我了吗？这些都是什么狗屁太医啊！告诉皇上，打他们板子。公子，坐会儿吧。慢点。嗯，公子，我在这儿呢。我真愿一辈子失明。为什么？我若失明，你就会一辈子这样扶着我。公子，小月，我虽双目失明，却比从前更幸福。看见没有，咱们俩吵一辈子了，看看人家后生，才不管什么纪晓岚的、和珅的，两个人好的跟蜜里调了油似的。哎，那纪先生啊，现在你可以重新考虑我的联姻提议了吧？联什么姻呢？哎，你不是有别的目的吗？哪能啊，我现在啊，不是以什么军机大臣，而是以一个可怜的父亲的身份替我儿子求你。听听孩子们说什么。
小月，你该回去了。你不要我在这儿陪你吗？你早点回去陪君豪兄吧。这个傻小孩，就是君豪哥叫我来陪你的。啊？他说你为国征战是真正的英雄，叫我好好的照顾你。哎，要不是和珅的儿子就好了。哦，为什么？你不知道和珅的名字在外面有多臭啊。小月，有时候我只想做一棵草。你不做人，你要做草啊？我若是月微草堂一棵草，就能天天对着小月，何等幸福。那好啊，那我天天给你浇水施肥。那不叫我一身大粪。公子，你眼睛看不见，一定很不方便吧？眼前一片漆黑，我真怕。公子，那你要是受不了的话，你就骂人吧。骂人？对啊，我们家先生就是这样的。啊？他呀，整天躲在草堂里骂皇上。好啊，陈小兰，你欺君，你犯傻，你他胡说八道。季先生骂皇上？对呀。他说啊，他整天拍皇上的马屁，受了一肚子气，回家要破口大骂才能出这口气。季先生真妙。公子，你也来骂吧。我骂吧，你就骂和珅大坏蛋。啊啊！骂吧，快点。哎，和珅大好蛋。哎，好蛋，好蛋。公子，夸人不行，得骂人才解气呢。快点。像我这样，你看我的，纪晓岚大笨蛋。哎，快点！小月，这纪先生是天下最聪明的人，你怎么骂他大笨蛋啊？可不是啊，他跟你爸斗了十几年，都没斗过你爸，不是大笨蛋是什么？我来骂，和珅大坏蛋，纪晓岚大笨蛋，大坏蛋，大笨蛋。走吧，两只蛋了都。